来，那个黄鱼，老板没有黄鱼，然后老板没有老板娘。来，那个黄鱼，他看看那个黄鱼。来，你去收尾做晚会啦，对啦。啊，好啦，去看看了了的啦。
这到三包啊，一包二十粒，一包人卖200，乖哥哦，爱你哦，还有2个礼拜的时间把它吃完，你吃得完，你们不会介意你再3礼拜，好啦，3礼拜好啦，用吹做沙尘做香精做消炎来，这回馈给你。去两三时，我让厂商讲了事袂买，因为剩无一个月时间。啊，咱若食完甲买，赶紧了事袂买，免200，100块就坐人一包二十粒哦。哇！我这边有那个手包要求。哦，啊，桥就平个掉啊。我出大粒的，泡袂细粒的，我唔讲你啦，我讲饱啊。我要被重组啊！你搞掉吧！好，一个杯，来，来大火！我休息啊！一起的，拿包两，对了，一包，大火来一包了！哎，一加两，多少包？给你一包，麦克风啊！来一包火两，来抓过来，来100块来，记得，一包火两，给你两双花来，我心中回馈品了啦！你们再晚一点来就买不到了，来一包，对啊，剩三包两，吹，多少钱？多点心，多少呀？来豆沙等包吃，来一百块呀，100块，哎，最好两个人给，来豆沙包啊，这得100，这得送给你，今天工作豆沙包秀啊，来，毛豆红肉红一条来，还没吃红一条，两个人给吃，麦克可鲁啊，吃红一条哦，愈来愈少，哦，啊，今仔红一件啦，我若趁这机会红伊，今仔去免开500，今仔这样免就来300块都，300块来，这是六斤哦。好，有啊，有几位啊？我不要吃不对，我来坐一坐下面。来，300块几个啊？我讲这样行情哦，我来讲，这六斤重，六斤哦，听好，听清楚哦，不要后背哦。来300块，我讲这下面俩，全部五个人斤，全部卖4个人斤，一个吃斤半重，会晓吃好一点，赶紧的。来300块来，还要几万？这卖5个人斤，还要再多少个？来，赶快给恁5个人给出来，你讲要一份两份，不在恁咩啊？我有大家吃会到，来200块我好，200块来，要吃乌鱼片，动作快来，200块煮酸辣煮乌鱼，多些，200块来乌鱼片，200块两个咩俩呀？还有人吃两杯两份安尼，老师傅你是知影我咧卖啥无咧？我无咧卖200乌鱼片，我咧发200，乌鱼片上少拢300块，今仔超工要上乌鱼片，阿要你搞偌济，还是全部买咧啊？你坐过无？我先问看麦。在哦，安尼会使，安尼中包会使。来，有要吃200块，拢我后边，你拢不要吃后边呐。